哦呦哦呦哦呦呦哦，这是大的，哦，磨了。出去再说啦。两只钓竿布置完成。有哎，咬中了吧？就中钩了呢，小鱼啊，有了，小鱼，小杂鱼吧，哎，哎，三角菇哎。没咬到，可怜的小螃蟹。呀，我还想说，我们换这个脸试试看好了，看会不会吃。小狗，你看，非常的热情的欢迎我的小狗，真是太棒了，小狗。不不不不不不，哎嘿，又一只。那我就觉得在动哦，感觉吞钩了啦，汽车吞钩大王哎，昏倒哦！为什么又吞钩了？要修，哎，都轻了呢，很深呢。嗯，这不掉，靠掉，这个鱼啊，怎样钓到这呢？鱼讯多很多啊。有有有，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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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啦！一靠腰，哎哎，那呢？
到底是怎样啊？三角菇吧，哎，又是三角菇，啊，他妈的又给我吞狗，哇，昏去我。那是呆啊，不是鲤鱼，哇你嘞，怎么会是你？哦，这鲤鱼很漂亮，什么时候上钩的我不知道，那不知道在水里待了多久了。这次哦呦，这是大的，这次有大哦，到底是啥呢？魔吗？这脚快粗哦，嘿，白魔，没啦，裸魔啦，小鲈们，小不拉几的小鲈们，有啦，呵呵，总算可以出片了哦，就来了。机车嘞，干会痛哎，秀他变这样了，超恶心。竟然蛮像的，嗨，可爱的鲤鱼，不要再来了嘿！哦，现在太阳出来了，所以我们打算要撤退了。我们之前呢都在上游那个潭区钓鲈鳗。哦，但是今年很奇怪，上游那个潭区钓果非常的差，然后我前一阵子下来看目前这个潭区，哦，这个潭区比以前大很多，那我今天试钓的结果在这个潭区的鱼讯多很多，哦，白天也中了一条小鲈鳗，哦，那我们找机会再试试看这边夜钓鲈鳗是不是会比较好。我觉得鱼应该改集中在这个潭区，所以上面那个潭区反而没有鱼讯。OK， 那就先这样了，我们要回家了，太阳太大了，好热。三角菇都还活着呢，我们就把它放掉好了，放生。这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把它放生。放生，嗯。OK， 准备回家了。
馍呢？老馍。老馍呢？馍，你老馍。老馍。啊？老馍。老馍。哎。我自己来钓车嘞。到底几点钟呢？剩还好啦，剩还好，哎，一个粥。先地做钓一尾，十几斤嘞？真哦，哎，几？一尾大概十几斤吧。无啦，这尾头一两斤啦。两斤哦。嗯，两斤尔。这派边啊嘞，哇！钓了龟金窟啦，龟金窟的熊啊！嗯，不是，这波不是。啥个果啊？这。是啥呢？无西尾，嗯，好野货，哪里？这么小西尾啊？不是了，等于吃无了，你小西尾啦？我无吧？这我顶个嘛钓一尾，嗯。甲就像这种咧食，不讲食袂掉。一个，搁一个。细尾，细尾。呼呼！我靠，我要呆啊 ！Lucky 啊！现在在哪哦？看一个，看有个澳无？没有。无你游看卖好啊？游。大海潮吗？游起来啊！海潮无？海底下大那个海起？敢有？无吗？敢上？敢起？很像尊比一点我摸啊可是摸啊这边要对哎这只奥瑞呢这只对啊一正吃了奥瑞，奥瑞。